江苏代表队九号，上海代表队何优潇，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福建代表队李超攀。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四川劲浪队邹静元。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可以留念，也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。感谢颁奖嘉宾。请运动员退场。